这是我在科特基瓦安装的设备，现在正在生产。这是正在出油的过程中，我给大家拍段视频。现在有压力很大，我们这边要拍，就是用那个废气燃烧室把它拍掉，就是没有味儿。我们的烟道是经过水除尘，出来的全部是水蒸气。